院长，那个台南现在传出杀警案，两位员警已经殉职了，你有什么看法？我刚刚也在这个手机看到这个新闻，我感到很不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警察同仁呢都非常的辛苦，我们的治安就是靠警察同仁。像这样的通缉犯，竟然敢一下子就杀掉两位警察，我是觉得像这个一定要，我是反对判死刑，但是像这样一定要判死刑的啦，不应该杀警察。